咱们是七号位的大忠臣，有苍狼啥都别说，郭嘉上了。咱们选陆逊吧。谋以取经，夷陵阔背，由囊中取物。好像是这样子。好，场上一眼望去。二号位跳个忠臣，大乔在孙策觉醒前很像，反不过觉醒之后，大乔就没有那么强势了。毕竟这个男人和那个男人，你们都明白的吧？托管神技。渡期榆林，与世无争。夫诸过处，水流不息，抽刀断水，水更流。君子生当如禄。果然，大乔是反贼。大乔这个武将，反贼的属性就很高。我来装逼一波了。算了算了，孙登也跳反，赵云原味赵云挺像啊，忠臣的。原味流氓云更像忠。最近我岩石锦囊盘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频繁填过。不管是打活动场、军争场还是演武场，永远就是频繁填过。夫诸过处，然后赵云突然好像离线了一般死了。这赵云是离线了吧？一匹马还行，要是这是忠臣的话，给孙策加一点体力上限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渡期榆林。与世无争。夫诸过处，水流不息。他应该是个忠臣了吧？那么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哦。抽刀断水，水水更更流。流。尽退水路，游刃有余。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看来他真是个忠臣，我也是忠臣，所以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周瑜应该跳了个内，也不是说跳个内。君子生当如禄。这火攻就别开了，
简直来搞笑了。火攻。操！星火杀一刀。吾等戮力同心，定能回天转日。乐乐他。制霸。请等且去讨贼，快去快回。然后孙策就气卧卧气了三招，原来没有杀呀，他杀肯定是有的，一般情况下闪对孙策来说没什么用，远位赵云当反贼还行，当反贼还行哎，但是远位那个 SP 赵云当反贼那就是有点不太合适，首先。你用龙胆的话嘛，我说 SP 赵云，孙策还能这样呢？大军横扫之处，没有 K 就用一张闪拼点，没事，反正你之前起了三张闪嘛。贾诩应该是那把周瑜都挂了闪电了。这赵云就是打一波酱油的，夫诸过处水流不息，这个魔电天下皮肤我是免费起伏起到的，跟我没花一毛钱。变幻万千，不期于林，与世无争。夫诸过处，抽刀断水兮。水更流，身当鲁路。五谷就别开了，吃饭。请等且去讨贼，快去快回。他有个勾，我记得，所以。这五谷开个毛线啊！今天伪帝岂是尔等可及？大军横扫之处，无不臣服。哇，孙策点这么小的吗？咱们不怕乐，怕闪电。要是闪电劈张合，那就真搞笑。周瑜跟贾诩谁更像反贼呢？我感觉周瑜更像一点。辅政避险，武将选择来讲，应该是周瑜更像那一点吧。匡人助己，辅政避险，永远三张。请等且去讨贼，有没有 K？ 快回！我出张桃园，你肯定能拿走。然后我看一下，像这
想留你给这个周瑜，可是周瑜我感觉挺像反贼的，毕竟觉醒之后一个反剑，还有猜测的话，孙策可能直接当场去世嘛。闪电劈张合呀，闪电劈张合，闪电劈完张合，我就去背琵琶行，吧。哎，像我这种学生啊，现在还要背琵琶行呢，但是不怕。哎呀，差了一个花色。随便偷到一张桃园，开不开呢？开了之后等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今天就把身家性命都压在你身上了。那贾诩就更像忠臣了。不是更像他这个武将射出来就是忠臣的料，我跟你说。路栖榆林，雨夫势住无过征。处，水流不息。抽刀断水，水更流不流，息。夫诸过处，水流不息。抽刀断水，我水拿什么流不呢？无懈息。可击，拿桃子，想也别想，绝对拿桃。桃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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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顺手，无懈。看看谁拿桃子，我去猜一下。夫舟过诸过处，处，水流水不流不息。息。抽刀断水，水更夫流。舟过处，水流不抽刀息。断水，大水军横更流。扫之处，吾不曾服。夫诸过处，水流不息。抽刀断水，杀谁呢？水杀赵云？不，杀张合。杀死人有什么用？夫诸过处，水水流流不不息。息。抽刀断水，水孙流策不反诬息。陷，反正场上就一张诬陷。君子哦，行对，不我有谦言。逊牌不怕，我可是跳明钟的哦。建功立业，封其应子，正其时也。吾等戮力同心，必能回天转日。肋下孙登可以的，孙登那个是你的下回合开始时，这牌框B 牌不能看的吗？我的命运在自己手中，揣度无益，定叫你追悔莫及。夫舟过处，水流流不不息，息。快去快回。自古红颜多劫难。看见没？
皮肤好才无限连映，就是因为孙策不给我打无限，不然的话我可能还能继续连下去，说不定就出来了一个过河拆掉嘛，然后一把诸葛连弩突突突突突突突。兴隆大化，左李氏。夫诸过错，水流不息。君子生当鲁路。话说我举报人家，我跟你说，我只会举报那种死太监。这应该算个玻璃心吧？君子生当鲁路。路栖榆林，与世无争。夫诸过处，水流犹不有息，天息。君子生当鲁无懈路。可击啊！谁的？今天为帝，岂是尔等可及？选个周瑜可以的，看你如何取舍。自古红颜多劫难。不怕不怕，咱们一直我一直为乐，然后掏出把连弩，毕竟方块牌肯定有限的嘛。咱们要是没被断场，连赢肯定是无限的嘛。辅政避险。实际上，我感觉孙的还不如弄赵云呢。虽然可能才一张牌，每次可能只有一张牌，但是也可以弄周瑜。他是内，如果你说不想弄内，可以弄赵云。虽然每次一张牌，但是系统给你的那一张牌可能会很好的嘛。路栖榆林，与世无抽刀争。断水，水水更流。夫舟诸过过处，处，水流水不不息。息。哇，这皮肤真帅！只是孙笨太不给力了，不仅孙笨不给力，场上除了贾诩以外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场上除了贾诩以外，没有一个人给力的。杀大乔吗？我看一下牌啊。有寒冰剑，有盾，算了吧，还是杀大乔吧。大乔琉璃只能给周瑜。假设周瑜死后，没有这假设。
虽然分布不给力，但是人家至少还是在线的。你觉得你投资很多是吧？相当如鹿。为什么不杀周瑜呢？因为周瑜已经是个死人了，没必要杀。大军横扫之处，无不臣服。外头有无懈可击，好，贾诩的无懈可击，那给孙奔一掌，寒冰剑，果然是一张好事。赵云不可能有逃，大小也肯定没有。那分灯最后一张手牌应该没有，结果还真的是一三个逃，有没有 AOE 什么的？周瑜当内可以的，不是说这五将弱，真的可以。闪！兴隆大化，佐领食物。这个八卦阵，给他个八卦阵算，给他一张杀吧。决斗，咱们比得上骑射来的痛快。然后咱们能收掉大乔吗？我就不信你们反贼方还有这么多桃子。赵云手中可能会有桃，孙登要是你再能变十个桃子，我当场把电脑吃下去。开个玩笑，不可能了吧？这么多。一堆离开。水更流，贾诩和周瑜肯定是贾诩更像忠臣呀。九，雷杀。这皮肤不仅好看，运气也好，然后又出了个新的限定皮肤，一个是魔电影天下的嘛，九，没有觉醒的孙奔。孙奔果然是躺赢的。君子。相当如鹿，请等且去讨贼，快去快回。舟过处，水流不息。原本我想顺他的进攻马的嘛，然后再顺一下孙的手牌嘛，这样子可以100%把孙的打死。
乐福斯属是没必要了，他回来都打不过了。然后孙奔掏出一把连弩，怒砍向赵云。吾等怒意很轻，定能回天转日。你们谁还敢赞上？咱们很顺利的拿下了这一局的 MVP，结果是咱们队友贾诩。难道咱们做的贡献还不够多吗？好的，谢谢观看。